知己在于晨，一生知己在于勤。每天的早课是佛门定课共修，无形中互相勉励督促，精进不懈，克服贪睡懒惰的魔。金色的早课礼拜法华经无量义经，在一天的开始透过唱诵经文提醒自己是佛弟子，是净思弟子，从经文中反复意念佛菩萨的教导，用于一天的行持中不离菩萨道。早课对自己是一股身心安定的力量，是一心向佛的能量泉源，对众生则是无尽的助导，营造和谐吉祥的世间，自利利他。